天要到了嘛，就是你知道肉肉相间，就是反正今天人群这么多，不会白露。我觉得是可以的，给他看，哎、欸，我的相间的，嗯，好，好，今天就这样结束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没有的问就不要硬问，关系就是重点就是，透美颜系列真的很好用，就是才会像跟我皮肤一样好。这一段不能剪掉，好，那喝进去好了。透美颜，快来用透美颜。快来快来，然后直接这个不就拉黑，然后变绿色的。像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没见过。也是对于美好的事物有一些坚持的人，他还跟我炫耀说：“老婆，你摸，你摸，来给你一个礼物，你来摸。”我说：“摸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摸我胸肌，你摸，很大，胸肌就是变得比较硬这样子。”摸起来哪里最硬吗？就胸肌很硬啊，很棒啊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就是有些其他部分，我就不便在那边跟你多说嘛。阿贵，这是哪一家的？我跟你讲，各位新闻媒体们，这发问的人叫做阿贵，你不要一直乱问问题。节目啊，来到冠军，好像就表现非常好，然后身材越来越好，然后怎么样 keep fit？ 你这个问题问的方式就是非常的好，因为你在问我的过程当中呢，你有稍微夸了我一下这样子。钟瑶住在李荣浩的青春里，你会不会介意？钟瑶就是那个路遥，他最近有那个基吻照疯传。那陈琳，那你那个演唱会啊，接下来台北站出发，应该会到大陆的那个城市去嘛？然后每次到大陆去巡，有没有哪一首歌就是大陆的歌，你就是必唱？必唱的就是左边呢，左边必唱。因为奋斗那部戏，在观众的心中，大家都印象很深刻，而且左边那首歌在里面是占有重要的一角，然后我也很感谢这个电视剧，所以让大家都知道左边这首歌是我的，所以去其他的城市也会唱左边。那李荣浩会不会介意小鬼住过你的青春？然后我们都这么成熟，这介意这个实在是我觉得，对啊。关手机问题吗？还有问题吗？有人说你是李荣浩的小三，我觉得你的每个问题都太针对了，你在开我玩笑吗？真的就是那次我记得就是有很多空姐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不是每天被骂嘛，然后我坐飞机本来心情不是很好，就真的很就是那些空姐都很多恭喜，所以我还蛮那个时候还蛮多心的。怕就是我们这边跳一点。我也要罢工，每天都在想，想十几年了。没有错，对，在做这个麻辣火锅。女人的秘密不能透露，胖不起我的体重也不能透露。